一带一路是什么？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一，它是一个倡议。二，它有两个组成，一带一路。三，三个原则叫共商、共建、共享。四，四个关键词，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发展战略对接、第三方市场合作。五，叫五通，首先是政策沟通，刚才讲你有什么梦，我有什么梦，咱们商量一下，对吧？商量一下建什么路呢？叫设施联通，因为要致富先修路嘛。那么修完这个路以后呢，贸易就畅通了嘛。那么修路造桥是要很花钱的，那我们叫资金融通。那么通完这个目的是干啥呢？你要修路造桥，要长期跟当地人一起吃喝，一起生活，一起什么建设。那么民心就要通啊，从语言习俗文化啊，感情要通啊，最终让那个世界呢心灵相通了，那世界就更加美好了嘛。这就是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呢，它最终是形成一个当时讲欧亚大陆到整个现在的世界层面上的发展之路、繁荣之路、希望之路。